我在陈耀琪导演1965年拍摄的刘碧佳纪录片里面见到了刘碧佳。这位当年在大陆农村被抽壮丁而随着蒋总统来台湾的军人，在退伍前到台湾东部河川地挑石头开辟田地。陈耀琪导演认为他是单纯而善良的中国庄稼汉的代表。40年后，我在花莲木瓜溪畔的一个村落中意外地发现了刘碧佳。我是53年到开化头来，开化头时候开到58年退伍的。退伍以后呢，就分这个地啊，应该是都是西头地，没有土，分到各户，一户是家地。现在家地呢，可以你就卖好，有什么还有国家不管的，是私人的地了。我这个地的口粮还不错，都是这个前面街坊这个。都是我的，到现在为止吧，年龄大的了，国家补助可能有半年差不多2-3万多块钱。这个地现在是不想卖，他一个小孩现在他是军校毕业出来的，现这个小学退伍的，他可以现在国家没有安排他的工作，可这个地的这样呢，现在一个孙子。你给他们丢起来，我们苦一点没有关系。现在一个孙子，现在是我家的，还是他们给他太太在缝纱。
报名，我报了。我怎么把声音调低了？像你现在声音啊，你轻声一些。你他不讲话。不讲话的呢，为人呢，你会不会？他更不会，啊。这个村子住的是当年从开发队退伍下来，被安置在新开垦的河川地上的外省老兵。他们在台湾都成了家，当年因为当兵而晚婚，老夫少妻和娶寡妇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他们的妻子来自台湾不同的族群，以原住民占多数。老村长说，讲起来啊，这个老杨命啊，当时都是40来岁，最年轻就30多岁结婚，又不婚呢，投这个娘族命里，就业程度啊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都比较差，差才回来嫁给这个老杨命。有的呢是投人家那个寡妇，连霸王这个刘备家，他这个他也是寡妇啊，也不是娘配的呀。哦，嫁给这个老兵啊，你也不想我，凑我也不想你，不好，大家就来凑在一起。这个阿兵哥讲啊，就是因为他自己孤单，这个太久了。他讲我弄一个傻瓜的太太，总比养一个狗好一点嘛。我回来最低想到，有个人嘛，人都在不定义当中他是这样啊，你仅仅有身份有地位，他当然是不会有这些的。不准前结婚嘛，不准我先生都到那个部队去闹啊，那个队长那边闹。他说为什么不结婚？他老婆已经怀孕了，这样子啊，就去换那个公文啊。我先生脾气很坏嘛，在那边闹啊。那你不跟我们结婚啊？我们两个去自杀，你就讲啊，不要躲，我们结婚啊。你们是先到来这边嘛？对呀、啊。我们最后来这边，我18年来这边的。哦。啊，那时候我们很穷，有没有？很穷，很多东西也不长啊。嘿。啊，到就种下来那么一点点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回料一下一下的时候，你看，那时候一口一口这样下。